十。完了，拿不到啊！我头昏了，没有宝箱可以开了。有啦，还想偷我装备？该我玩游戏了。上人类少的张图有改。拿装备，快拿装备！抢装，抢装！我吐了，谢谢。鬼来了，不管了，就是要拿装。是好衰哦，我不是烧了好运加加吗？怎么甩了个三啊？好想二十哦，二十，完了，拿不到啊！完蛋啦！好想开这个箱子哦，救命！哦，不对，这箱子是会咬人的。完了，我被这……怎么？这个人丧心病狂，这是张鬼地图在玩，这是鬼在打手是怎样？还我！有效是有效，但是没有像刚刚那个角色笑得那么夸张。他露的是下排牙齿，他那一只露的是上排牙齿。我不行了，我看到有一个箱子能开，好想开哦。笑死，他被那个幻影骗到哎、欸，他以为有人在修机，他挥刀啦。我刚才想要不要揍他、欸，想想算了。他这个真的压板真的没用，因为他原地僵持的时间太久了。压你！记得刚刚这边有看到有一个宝箱，想开，在哪里啊？欸，被开走了，好像是这个吧，被开走了。我头昏了，没有宝箱可以开了。一定要卡在这里弹吗，老哥？有人死了，有人喷窗了。
有了有了，有新的箱子了。有啦，还想偷我装备？该我玩游戏了，该我玩游戏了。诺克萨斯之手，他等下抓我，我就去那边进柜子。穿这么近，随机的，完蛋了，麦啦，怎么穿这么近啊？我以为是穿最远的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死了，有人被宝箱怪咬了，快跑！什么鬼？哇，这样子被砍了一刀，太亏了吧！老哥，不要啦！我好不容易拿到神器，让我玩一下啦！没玩到啊而且那个神器传了之后，那个居然是随机的，它只是稍微远一点点而已，跟我想的不一样欸。神器没有 CD， 但是要满血才能用。有了，我船来大屋了，船到最远，这么运气哦，太运气了吧？哎，上面还有砖可以拿，去拿一下。救我！有没有人？这是干嘛的？两个一样。他怎么知道我在大屋啊？老哥，你怎么引来大巫了？那我数了呢。不要杀我，对不起啦。Impossible。等你喷装，好不容易拿到一次20啦，我的老天鹅。我擦，还有得玩？这就是岩冠吗？
哎，中发钩了。是有人拜拜是不是？好像有人拜拜、欸。传送真的很好玩呢、欸。哦，谢。完了，他飞过来了，完蛋了，补不满血啊！哈哈 ，no！ 你们说那个什么，从柜子出来的时候，鬼会看得到你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快速进柜，逃生者传送更远，这两个技能都会显示气场。那如果我带扭曲呢？如果我带扭曲，他是不是就看不到我了？